得来，你们俩先收下来。对，来自的咱所有，咱的全国，咱的好朋友，注意咱的红旗时代，咱的妈咪演唱会正式开始。首先，来给咱邀请，也就是咱的影视红旗人，第二李军、第二名，感谢。谢谢，谭秀哥给我带来这首啊，汗流跳恰恰。嗨，各位南北牛人家乡亲许多，还有我们在场的长官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哦，今天咱馆长讲的哦，咱爱加唱歌，加活动，咱的身体会更加健康，头壳体质会更加好。汗水跳恰恰，想要抱你抱个安安安，唔通抱我抱到这为难，卖问敢是无人，无人予我失恋，无爱无恨无怨叹，想要今晚抱个这凄惨，想要脚步踏个这迷乱，我嘛犹原不变。要冷静冷暖，阮的双手你牵，站在你身边，敢无人知影？是寒流子里跳恰恰，偏偏我是一个一个袂醉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天，啊，最爱的人，我无情的。大家晚安，我是廖丽君，哪怕去交南北都知影，第二个啦，想要抱你抱个安安安，唔通抱我抱个这为难，卖问敢是无人，无人抱我失恋，无爱无恨无怨叹，虽然抱个抱个这凄惨。虽然脚步踏到这迷乱，我卖犹原不变，不惊人情冷暖，阮的双手你牵，站在你的身边，敢无人知影？是海角子里跳恰恰，偏偏我是一个一个袂醉的人，因为最爱的人。我无情的人，我最爱的人，啊哈吧，啊哈吧，啊哈吧，妈妈妈，披肩上山，我甘愿孤独一个人。准备好未？有听到无？爱搞那个水哦，哦，爱搞比阿妈较水哦，无等下我跟你转来之后，你把钢锅围出来哦。切切。哇，拍谁了？因为大家都知道疫情期间，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距离，以测安全。你要出来，你都要出来，你无带我是挨棍。那我已经有做两剂啊。你有做两剂啊？对哦。你是做 A D 还是莫德纳？你讲嘞。那我做 A D 的。哦，我做很 A 的 A。我看你 A 是什么 A？ 我看你做 A 不 A 了。我叫 Apple 的 A。啊哇！咱的明珠麒麟，谢谢。无简单嘞，你看咱在场的长官对你这么的爱戴。是我的长官。哦，是啊，是啊。可见讲你第一届地方上哇主持的功夫是一流的。对。第二个吼。是。今仔日才第二摆。对啊，是哦。你袂记啊吼？哈。啊，你无采旧年趁阮的钱。是哦。你旧年是前年还是去年？去年。啊，去年了。八月十五。哦。感恩呐，安尼。后面的主持迄场。哦，安尼我知。你可能我无来，所以你袂记过。唔是，我来的时阵可能较后边。哦，你刚非常的卖力的演出。真的。因为要拖迄陈思安，给拖出半点钟。哦，非常卖力的演出，所以说。拍脸照。旧年无
大家看意思就是安尼啦，吼。我今日到时阵会穿帮未？开玩笑，那在场的吼，我相信真侪拢看我的演戏大汉的，已经早期捌看过歌戏无？捌。有啊，有嘞，我看戏。我会记得吴永莲的咧。歹势，迄套我无演。我会记得吴永莲，你也早有。我年岁无遮大。嘿，对，你讲吴永莲就对了。以前国语三台独霸天下，嘿，对。杨丽花、叶青、吴永莲，对。我是算吴永莲去团的，中西国语的小段，伊若演小生，我就演小段。但小段分两种呢，武段甲花段，啊，你对。甲苦段，你倒一段。我是迄种的武段，拢演武段较侪。武段就对。嘿，爱拍、爱弄的、爱精的。拢叫我来演，妙叫的拢叫我来演。是，你无提钱哦，导演。不是，因为我六岁当兵。什么当兵？当兵。当兵。倒立。好好。七岁骑兵。骑兵是迄个？不是，就是脚骑在兵顶练功夫。好好。九岁弄兵。哦。十岁。哎。练到规身躯当手铁兵。哎。你敢知影？不简单呢。阿拉讲。人出来演戏时阵，你当作大家出来演戏拢演女主角哦。无啦。无你演啥？我自细汉的时阵吼，我演迄种角色吼，不是普通人会当演的。查某干？什么查某干？查某干太简单啦。啊，无要来演。我演狗。那也无演人咧演狗。我爱迄种拍电影爱叫狗生啊。啊狗要来演。啊狗就穿狗衫啊，拄拍来拍去，不是演狗。哦，演狗。对无？啊，迄阵一八九岁啊，年年会当演啥？迄阵拢拍电影，啊，尾仔就演狗，啊，才演查某囡仔，啊，即个演歌戏，啊，搁演武侠戏，爱拍爱弄，拢叫我来。所以，若看我演的角色，拢以高中为主。你敢知？你以前叫一个替身爱开八千呢？啊，你捌做过无？八千足贵，你知道？五行啊。对。我唔免，我800就好啊。这么行情？以前30年前800才大个呢，你们那那管定30-40年前那时候都每个人的工资都几百块而已。你还泄露年龄啊？啊？你还泄露？我那我要给年龄，那姑姑聊的讲，大家那么早已经50岁啊，对不？你家讲的我无问。我50岁算下，等下后边我迄位年岁搁较大嘞，像你这样。啊对啦对啦对，迄等下当面膜，迄较细声。来阿妈对无？哦，招来阿妈。迄算是我的前辈。哦。但是呢，阮在招来阿伯呢，我演伊算个新妇，演第二。阮翁黄世田。对。黄世田伊年岁阁比阿妈较大，所以伫台顶大家拢吼无咧轮回啦。啊。都是看你什么样的长相，什么样的感觉去演什么样的角色。啊，你伫演技不重要啦，对不对？招来阿伯啦，对演什么角色？我演迄个常常拢阿妈。要甲我什么表？我三公乌袂出，拢按我按我漂薄啦，臀部啦，臀部你知影什么意思无？袂使啊！啊，对啦，我内底都，我说你讲我演的个性哦，那正经无可能叫我演啦。哦。迄种个尿叫的，迄种个，也是迄种个，专门咧甲是大大顶嘴啦。哦。啊，尤其是歌戏，你看我也是演武旦，啊，今年拍一部陈亚兰歌仔戏，叫《钢铁军又台湾》。哈？够有风出。哎，美女，美女的 boss 啦，因为都有疫情的关系。对呀，今天都在疫情前，我们第一档播出外景。反正说你也知道，疫情只要一开发，一爆发吼，我大家拢停拍，没办法拍。所以那个都没关系。最主要是讲咱台湾人民平安健康吼，这上重要。另外，几个谈条有啊嘛，对不？对，第一个是，我跟你讲一件代志。你讲，因为你去年有来，啊，你有做表演，啊，今年所以卖让你艰苦，吼，你去年哪里爬练到正病倒病，拖咧乌白病，哦，啊，今年卖让恁这么辛苦。袂使，袂用的。赶快要病哦！去年馆长无看到，你知无？我先病。咱的病长嘛无看到，咱的长官嘛无看到。我是讲，安尼无你搁想生活，你病者，吼。要病啊！要。好酒顶暗底。好酒顶了，等下就对了。因为吼，即卖年岁较有啊，咱袂当对母的先来，母的爱排较后边啊。等下若生到时阵，就是咱去台下打油锅，较袂漏气。因为今仔有邀请咱的地位的到位，毛咱招来啊嘛。哦，我后面影视。歌星龙千玉，那你要来重温一下咱过去交流的比较十三年，你种会尴尬。好啦，带你唱歌。我第一炮先呐，啊，我们后唱歌，我们前面是演员啊，后面都是歌星，拢歌星。带你先唱歌。哦，咱两先演一段。要演啥？啊，我讲你就会晓教。哦，不会不会。咱两个拢演员。你演歌戏，我演布袋戏啊。你是哦？我直接来做布袋戏啊，无啦，干就你演。好啦，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演歌戏拢甲别团无共款。你无你安尼。嘿，我演歌戏，我不像以前那种安尼，最头唱到尾就正经的。
我拢学袂唱，我有迄种的甜蜜蜜，哦，啊，搁有 rap， 啊，搁有歌仔戏，但是摊头前哦，无你演一个我的爱干，爱干，足简单嘞。咱今仔来到这个福德宫，吼，应该讲咱来连咱这个婚姻观宗教民俗艺术文化节，咱的福德宫，咱的八公是这么啊灵实啊，应该讲咱的福德宫香火旺盛，真正兴，信徒参拜无离心。谢谢。咱的福德宫呢，咱的八公就幸福，肯定来保庇，保庇恁大家福寿双全，百百年，阖家平安，福团圆，事业顺利，大家拢平安顺利。但这波疫情过了后咧，大家搁较日日平安。来这首甜蜜蜜，甜蜜蜜要表演，唔免你带落就好啊，带我来这个福德宫游赏百货，你甲我带一个就好啊，爱干，我咧爱干，你得干那叫。哎，我爱整这查某，连话不管你。开始讲哦，第一点讲爱干就是卑女的意思。哎，那古早时代不是叫爱干？啊，无要哪讲？叫整逼。贱人就是矫情。贱人，因为以前的那种。奴婢没有身份，无地位。哦，嘿，我讲爱干带着，按我们的音乐就开始下。好来，爱干在哪里？小姐，对过来。带到了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开在春风里，开在春风里。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去刮一去刮一，我是你滚入红座，身侧是个最高大人不走，回到底是乱样的生活。是你，是你，梦见你就是你 ，rap。我家里的胖妞又叫狗，我的意思，我就是亚东，我和你走呀。算是你的好啊，口气是参加 Coco Coco， 啊，心情棒啊，平常没烦恼，啊，有梦想随意，希望相随意，啊，任何阻碍，咱不惊困难。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耶！啊！安哪里？梦里梦里在，梦里见过你。哎，小安，你看在我挂腮边啊！甜蜜笑得多甜。哦是你，是你，梦见你就是你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？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，我一时想不起，我一时想不起。大家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。哦，你这小大。